第二题，下列何者是再生能源？再生能源是相对非再生能源，非再生能源就是所有的矿产，它们存量一定呢会被损耗殆尽，而再生能源是原则上可以生生不息的。所以，像石油跟核能都是矿产，它是属于我们的非再生能源。汽油由石油变来的，所以也是非再生能源。而水力是我们现在应用很广泛的再生能源。第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是再生能源？我们答案选的是水力。